你怎么没有撞墙？还是你想坐手机当保管？就是我上次在前面拍过，放进去了，放进去了。啊，这很大，超大机，超大机，主要是海关里面箱车架。我原来那时候货柜可能先看好才能过去吧。你们等一下，再又调不过来。那时候是要等。我在烧，在烧那个恐怖。找你酒人来退休老人，啊，退休我。